你的钱掉了！哎呦，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没事的，谁看到都会帮忙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包是您的吗？哦，这个包不是我的。哦，来，小姑娘，这两百块钱拿着。不能要，大哥哥。拿着。不能要，大哥哥。拿着。不能要，大哥哥。小妹呀、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的包放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呀，谁知道搁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去前面找找看看。啊。哎，小妹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的包啥颜色的呀？红色的呀。这找找看。 两位美女啊，你们是误会，这个包呀，确实是这个小姑娘捡的。她刚刚还问我这个包是不是我的呢。你说人家小姑娘捡到了这个包，在这辛辛苦苦的等了你们半天，你们非但不感谢人家，还误会人家拿了你们的包偷了你们的钱。还有啊，这个钱也是我刚刚给她的。哎呦，你给的？嘿，我看你们俩就是一伙的。我们俩要是不来呀。 这个钱啊，我看你们都分完了吧？哎，大哥哥，要不算了吧。小姑娘，没事儿，这件事儿我来处理。呀呵，哎，你一个穷屌丝，还你来处理？行啊，来，你给我处理一个看看，来处理啊，你处理啊，处理啊，处理啊！不是，你们两个人怎么这样？小姑娘。 要早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这个德行啊，你刚刚捡到包的时候就应该直接丢到厕所去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你是个老板你就了不起啊？就你这副德行，谁敢买你的东西？哼，买不买可不是你们说了算。我劝你们两个啊，赶紧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小姑娘，不然我立刻就报警。哎呦呵，你还敢报警？ 小大点声不成？打人呢！哎呀，你还敢打人？来来来，往这儿打，打我呀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你们两个人真是胡搅蛮缠啊！哎呀，胡搅蛮缠怎么了？老娘告诉你，我借你三百个胆子，你也不敢动手打我。哼，但凡你要是个真男人呀，来，往这儿打，来，打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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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哥，不要！ 量力也不敢，这个地方呀，没有监控，也没有摄像头，没人证明这个钱是你们的。就算他们看到又怎么样？人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没人会给你们作证的。就是，就你们这种德行，谁会给你们证明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但凡有一个人敢给你证明，我跪下来给你磕三百个响头，我把我这脸呀、啊、当成猪头都行。<笑>要是没人给你们证明。 你们俩给我跪下来磕头叫姑奶奶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这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好心人替我们证明的。切，等着叫姑奶奶吧。